气腔的问题。其实老师我把这三段戏腔分成了三个层次。第一段戏腔，因为我说的是三国的故事，我会用孙尚香的角色来唱。我唱的是高声部的戏腔，但底下垫的是我用老生的唱法来唱的戏腔。第二段我用的是刘备的老生的唱腔来唱的。最后一段呢，我选择放给专业的戏曲老师来唱这个，所以它是一共有三个戏腔。如果它全部一样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层次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不知道他了不了解京剧，了不了解戏曲，但我觉得我跟他解释了之后，如果他不了解，他会通过我的这个表演了解到我背后设计的这个故事，那我觉得就是值得的。